好，我们现在要进行协商会议。那党团代表都尚未出席，那么也发了通知，也等了半个小时表示对各党团协商代表的尊重与等待。那现在各党团助理也很辛苦也有联络。那我们今天主要协商的主题是行政院函请审议财团法人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设置条例草案之案。衔接议案总共有16条的条文，经过108年3月13号及4月8号及4月24日。3次交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完成委员会审查，结果如附件。那目前并没有看到其他各党团对于审查结果有提出修正意见。各党团对各条文如有修正意见，也请提案来提出。那相关的。我们还是要表达对各党团协商的代表最基本的尊重。我们至少要等半个小时哈，那我们继续请各党团来继续联络请协商代表是否能够出席以上。不用，不用。好，向各位来做说明。我们已经从10点半要开始协商会议，也等了快40分钟。那我在这边请教各党团的助理，是否有联络贵党团的协商代表？先请教。国民党党团有联络，有好，谢谢。那时代力量党团的也有联络，好。那亲民党党团助理今天没有来，好。基本上在之前协商，我们也通知各党团。那今天也请各党团助理联络协商的代表是否能来出席。那目前看来因为院会还在进行，那各党团也有自己的相关的事务，那我们也等了40分钟，那我简单来做个结论。本日协商因各党团均无代表出席表示意见，为尊重各党团，协商会议结果。原则一，委员会审查结果通过，各党团代表如有意见，另请院长择期召集协商。以上，散会。